是 The E， 因为我们是 E 组，然后游戏名是 Dinner， 之后会知道为什么。啊，这是一个简易的迷宫游戏啊，途中会有重重挑战，到达终点就可以过关，非常简易。啊，我们这次的主题因为是 Ritual 嘛，那我们对于游戏的解释是宗教仪式，所以这个游戏主要是以邪教为背景，而这个邪教名字就叫 Zener， 然后主角也就是玩家曾经是邪教的教主，由于受到下属的反叛而成为宗教仪式的活祭品。他因为被献祭而灵魂出窍，在发觉这一切后，他决心要拯救自己。对，那玩法就只是过迷宫，然后中间要吃地府灵。前面也说过这是迷宫游戏嘛，然后在走迷宫的途中遇到地府灵，他们都是这个邪教以往的活祭品，然后玩家可以吃掉他们以扩增地图的大小。然后吃到越多，玩家的视角也会越大，过关的几率而越高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时间许可的话，我们会赋予地府灵更多的功能。嗯，谢谢大家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我们那个宗教的那个图腾，对，很美，谢谢。我们游戏现在做好迷宫部分，然后迷宫一开始它的视野可能是只有这样一部分，然后这些地府灵这些怪物是会移动的，然后有很多之后会做很多种不同种，有的你可以吃它，然后吃它可能就会视野变大或变小，这个视野代表血量，如果全部都暗的就是 game over。 然后它这个迷宫有总共有三层，会有三层，现在放在把人放在出口是为了方便，这个可以，这里到时候会做一个阶梯，然后通往下一层，然后上下层中间到时候会，我们会做一个过长的楼梯，它走一个很长的楼梯，然后楼梯中间有旁边的墙壁上会有一些壁画，然后会讲它的故事。就是你要一面在带着头盔显示器的时候，一面听着另外两个帮手在你旁边给予很多线索，那每一个房间。我们这一组有点来不及，赶工赶比较久，啊，忘记摄影。可是这个场景我忘记摄影机了，太赶，所以就往后面给大家看。就这边是一个迷宫，然后里面会随机生成一些怪物。没有。哦，这个是孤血的。想看我们的精华。我们这个场景这边是放一些游戏说明跟提示在这里，然后还有放了，这边有放我们的故事，所以完成的时候是会可以一边走一边看到故事，然后后面这个其实是地图，其实是我们后面场景的地图，然后算是提示。就先这样吧，因为也还没做好。